今天礼拜五，今天是新的 vlog 的第一天，距离我的喉咙出意外已经一个礼拜了。然后我今天睡醒，觉得真的好蛮多的，我现在已经不会再喉咙痒了。我觉得这个蛮有效的，我是在当地的店买的这个，我是买 Max 的，我朋友们好像不是买这种。然后我觉得真的蛮有效的，我晚上虽然也没有到睡得非常好，可是我今天醒来之后喉咙就不会痒了，然后我觉得很赞。虽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吞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异物感，可是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，觉得很棒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凯莉，因为今天大家都没有出门，所以我觉得在家好无聊哦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去找她一起写作业好了，两个人一起也比较有动力。不过凯莉感冒还没好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来凯莉家读书。素颜，因为见凯莉不需要化妆。等一下还要煮晚餐给凯莉吃，希望她心存感激。哎，你要喝蛋花汤吗？番茄蛋花汤。可以啊。好，那我就炒饭加番茄蛋花汤。礼拜六，然后等一下要去爬山，难得有这种健康局，我要努力的把握。昨天又有点没睡好，半夜醒来两三次，因为太干，一直喝水。希望我可以赶快恢复我的声音，不然我觉得我好像难得吧，那就出门。我刚刚在火车到达的前一分钟抵达月台，但是他的车门已经关上了，所以车长不让我上车，然后我就要被迫搭下一班车，下一班车一个小时以后，所以我朋友们全部都在那边等我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搭。是谁迟到了？是他，是他。Crystal， 遥远的小军，太远了吧！大家加油！我跟你一天里是跑起来了，我才刚到。来吧，好。山上风超级大，看我这个拍照的地方，那个风大到我真的没有办法拍照，然后我一手扶着帽子，帽子差点被吹走，真的风超级大。嗯，风吹到我的手指关节痛，小军好棒，我以后都要带小军去旅行。爬完山啦，好玩吗？好嘞！我的鞋鞋，这是我们上次展开的样子啦。有小蘑菇，它是我们上次展开的样子，毒蘑菇。爬完山啦，太简单了啦！昨天发烧竟然还可以爬山，很猛哎、欸！真的。等一下要干嘛？哦，等一下，嗯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喝热可可，吃蛋糕。好。嗨，今天礼拜一。
然后我已经上完一堂课，也在家吃完早餐了，现在准备要去图书馆。因为我想要在这礼拜三之前把我的 CV 剪出来，因为我最近太混了。然后还有一些作业也希望可以赶快完成，之后我就要去学校上两堂 seminar， 然后应该就没事了，看怎样，可能去朋友家蹭饭吧。我还没有去人家家蹭过饭呢，我好想去哦，我好想吃饭，好久没吃饭。我下课啦，现在我要去找 Viola 帮他拍 CV， 我觉得我超忙的，我只是剪个 vlog 就变成摄影师，到处帮大家拍 CV。买了一些菜回家吃饭，然后我就跟朋友视讯，他吵着要放进我的 vlog， 所以就开了视讯。吃完饭后我就去图书馆准备读书啦，要把我的 CV 给剪出来。离开图书馆啦，正常的一天就在上课和读书中度过了，那就明天见啦。今天炒热炒饭，因为我的电锅终于来了，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炒得很均匀哎，可是算了，能吃就好了。看得出来我加什么料吗？洋葱、芦笋跟虾仁。CV 影片啊，被我的朋友，就是他读设计，他觉得好像不太好，所以我就刚刚又在研究了一些其他人的 CV 影片，我现在要回去重拍的。干煸肥肠，干煸肥肠，然后一个椒盐豆腐，椒盐豆腐，再一个汤，那个莲藕排骨汤，就这样。玩要回家啦，今天没人陪我回家，我自己走回家，那就明天礼拜三见，拜拜。今天礼拜三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学校上课了，要上三堂 seminar， 然后下课后不知道去哪，应该会去读书，那今天应该就没事了。总之我现在要赶去上课，礼拜三也超忙的，有三堂课，拜拜。You can also ask questions that you can identif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. Okay, similar question. 读完书来莫瑞森买菜，你终于像个人了，我觉得还算丑。不要来我家吃饭，没滤镜很不行。再来我家吃饭，我煮鸡腿给你吃。好吧，见食物眼开的 Kelly， 我是要去录 CV 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剩一点了吗？我就煮晚餐给 Kelly 吃，我们两个吃烛光晚餐，然后凯莉就在我家
剪他的 CV 剪到11点，他才回家。今天一天就这样过完了。嗨，现在时间是礼拜天的凌晨，12点多。然后我这部影片是今天的再上一个礼拜拍的，因为我上礼拜天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就是没有动力去把剩下的部分配音配完，然后上字幕上去，所以就没有上传。然后我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整理我的心情，因为我就是有受到有一些影响这样。但是我还是想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回忆这种东西，不管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，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。然后那天吃饭朋友也有讲，就说可能一年真的太短了，所以大家好像都很匆忙，就是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这样。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太着急了才会这样，然后可能我也有一部分问题，所以我要先沉静一下。哦，还要讲一件开心的事，就是我上礼拜跟自己说我在3天之内要把 CV 剪出来，我就真的剪出来了，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应该就这样子，下礼拜我就会剪上礼拜的影片。我那天心情不太好，可是我就是还是一直希望说可能早上就会有好事发生了，一直撑着。对，然后下一拜就要剪那支影片。我其实也不确定我剪不剪得出来，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影片。那下礼拜我还是会努力准时上片，谢谢大家陪我。